哎呦！哎呦！就刚才那样，不是哎呦！那我是假的吗？你这人，哎，还有啥？我靠，这貂蝉咋回事啊？你这又在那糟了，他惹弄的。哎呦！没事，再多不行。我开个大。我觉得一个呢，快点你就快点去，我叫你呢都。他不是 C 位的。我没有了，哎呦，被他勾引啊，老铁！C 位还是没取的话，不是你几个辅人助换打野赚的一啊？匹。红多钱？对啊，他今天来了，他发哇，我了。的天，难受，救救我，救救我！啊！哎呀，扛塔了怎么说？我昨天玩一把狙六个猴子，好吧？就是第九层太你强。问他们，我昨天玩一把猴子，那暴击率杠杠的。难受。他必须白活。等等，你别拖我一眼行吗，老铁？我不拖他，我不拖他。哎，不是，为啥？你再来过来试试。你过来干嘛？我背过来直接毒他。我等他。你跳你跳，教材，你清线嘛，你清线，老哥，你清线老哥。说他妈是每个推荐的歌。我也感觉哎，怎么叫吕布来了？哎。哇哇。然后他死了三次了，他还要我一。我要去上路了。吕布啊姐，来回千万遍。我靠，这五个键，这五个键啥意思呀？哎，还好还好，还好没炸。貂蝉，他拖了我不下十几局了，估计。见面开大的是，难受哦，叫你打我，还打我吗？你也过去了，哎，不是 A 线的，我好像我自己断了两下那种。哦，难受。失血。谢谢摸鱼送的小铃铛，谢谢。收到，收到。好像有点冲动，老铁，冷静点，老铁。
谢谢彤彤送的快乐时光机。无敌的我又来喽。这把经济有点低。又到了兔子，我的天，吸他！那你抢蓝是吧？你妈命都不要了，你这糟老头子！哎，小命都不要了。实力不允许啊，彪。不允许你低调呗。对。这新人偷我蓝，偷上你。原来偷狼也会上瘾，盯住这东西。不是你障碍没到吗？哇，障碍不够，秒掉了，难受死了。我这就反正。六。六，我这你妈想把我笑，把我笑死。阴怪正是在家，别把我笑死在天花板上。哎，卡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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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咋滑不出去啊？这么不亏。谢谢狗神是银匠送的礼物，谢谢老铁，感谢老铁。等打我，别打狼，给个狼，给个狼，哥哥哥。奈斯，我是奈斯型选手。别放，别放，看我一个。谢谢宝宝这个粉刷匠送的礼物。我是你几个 S 啊？哎我哎我哎我！啊！怎么办？上哪边去呢？哎我在回血，不是在挂机，我也知道。终于赢了，终于赢了！谢谢宝宝这个粉刷匠送的礼物。啥呀你那？你那改啥名字啊？别的，成熟一点。我在回血。终于赢了，我靠！像我这样成熟无球。又浪了，又浪了，到后期我无敌，浪。谢谢。浪就完事。刚才就是你偷我狼啊！你替我做什么？不是吊他你几个意思？哎，你没伤害你干嘛呢你？这些送的礼物我读不出来这个。我还有移速加成贼好玩。咋没滑出去啊？
哒哒哒哒哒哒哒，六六六，啥都有。像大强哥哥一样，彪哥玩胡子躺赢，躺的贼舒服。厉害吧？我这猴子不是吹的。大动节奏，大动节奏，这就不是吹的。大动节奏，赶紧的。打大龙啊，兄弟！没有果果。这个关羽现在盯上我了。得想办法打到1900分钟。我得等他。还得再赢两把，有点困难啊。过去，还骗我走位了吗？我方禁用英雄。完了，还被反杀。别，你们别这么恶心，别这么露吧。666。能不能一点？啦啦啦啦！八级进攻，这东皇有我一半的水平啊！哇，难受。又是手裂边路。他一说东皇，我又想玩东皇了，咋整啊？你们觉得？嗯。上一把赢了。挂机啊！对。赢了呗。你也赢了，巧了。哎，巧了，巧了，你也赢了。巧了，你也赢了。真棒。没你棒，你才是最棒的。木兰咋打手的啊？你才是 number one。我也不知道咋了。谢谢元宝啊送的礼物。八强哥哥，你才是 number one。你才是。哎，你是。你是。你是。一个花木兰，一个手机，仿佛谁都打不过的样子。你去上个厕所。阿彪就是个 SB， 成天发骚话。大枪哥哥，你是 number one。你是 number one。不同位移。大枪穿位移了吗？啊不，帅呆了，真帅呀、啊！阿彪他没有1900的号，我想给你把摄像头开着，让他们看一下你什么逼样。啊，我也想给他们看一下你的、啊、看一下你的位移。阿彪他没有1900的号，他的号才1200、1300，是吧？简直就无敌。九成呢？九成去。感谢老铁送的宝。九成去参加活动了。感谢莫沉香送的宝。扯漏脸，算了吧，算了吧，太丑了。我操！1500，要不开个摄像头给你们看一下大强哥哥的位移。啊滚！看一下他的阿迪达斯的位移，简直帅呆了。啊滚！你真帅。我靠，我就知道这狗日的在这等我。哇，我打了3盒了。谢谢元宝妈妈送来的礼物。军龙哥哥，我要是个女的我早就回了。彪哥呢？ OK。 全军出击。我这小手给他走了，我靠，命令他来。怎么了？这一刀给的我难受死了。就大仙子白白又嫩嫩。啊不，我还是个女的，直接就追你。谢谢狗神是银匠哦送来的连击小铃铛。我干你哦！开始两个人都亏了呀。你看你们这选的都是什么四宝一样。等等我，马上到。
咋感觉这把我不带飞要两球啊？我靠，张飞怎么跳上去了呀？啥玩意儿啊？玩不玩了？真的，我要是个女的，但是我又不是。木兰，这木兰不是我搭配的呀，这是别人的号。谢谢元宝妈妈送的小铃铛。哦，快死了！有弹性啊！我要是你的就追看就能了。你他妈真的是个变态啊！这谁顶得住啊？骚话连篇，这谁扛得住啊？啊，这谁顶得住啊？低调，这谁扛得住啊？这实力不允许啊！就看见龙在白白悠的那。彪哥，我也想送啊，但实力不允许。我感觉只有星星能顶住。如果星星是女的，肯定你。估计谁最多，谁骚话最多，多不多？哎，不要炫了嘛，老铁！天天就偷别人猪，炫了别人。哎，猪猪会被打的。这老铁，现在不也吃了一个？刚刚你们昨天没见我吗？游戏声音大吗？嗯，可以。找个顶得住的呗。谁顶得住啊？不顶住。我感觉谁都顶不住了。肯定比他不顺眼。六。还有人会喝酒，牛逼啊！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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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谢谢狗神是云剑我送的礼物，谢谢。好，谢谢邓总送的礼物，谢谢。不用谢了，感谢老铁。我的天哪，这个墨子无敌啊，这不。我的感觉，他又满了，我的天。
三代鱼无敌。羊蛇。是我。别杀我！不错不错不错，今天成功。哇，老铁 ，nice， nice 新选手。哎呀，凉了呀！都要睡觉了吗？我在。这咋回事啊？这是元宝妈妈送的礼物，是不是？是我，马上到。这。哎，少了，这谁顶得住啊？你上了没？都是人头啊，因为以前是挖甲机，在中间今天播到十点像我这条鲨鱼，我就感觉他们在开大龙，还真在开。我的天哪！哎，低调低调低调，别干掉低调，别过他，别过他，怪不好意思。差点凉球。哇，666，天外飞仙是吧？谢谢猫七送的礼物。虽然上次打排位六点队，但是这完全不影响我。凉球，主播是 vivo X20，你值得拥有。我杀了一个。还好不亏。我这大鲨鱼要出全世界，谢谢你。
水顶的路啊，这个就、我也感觉有点痛，几分钟了，冰啊！冰啊！哎呦，太难烧了，烧的！我的个人生，哎，我的冰咋回事？跑哪里去了？也不用打不过他，他有破军的。哎，我咋没回去啊，老铁？这伽罗伤害怎么这么高啊？这谁顶得住啊？没练伽罗。不适合我们。加罗这英雄头是王林的。快知道来唱歌了。关家唱歌，你等一下。好了。唱歌。这么高的吗？我中一波了。这虞姬打我有点痛。下了一波，下了一波。哎，我坐到来唱歌呗。梅梅不是，不是草莓不是，你知道吗？哈哈哈哈哈！我都是自己看。哎，你别揭穿我行吗？你别说话行吗？是我没看你明白，你昨天就不是看到没有？哎，抱歉。失误。你别看我，你看我。啥意思啊？我刚刚去看彪哥，知道唱歌呗。又来了。真的，他们都要听唱歌。唱什么歌嘛？关键是。他们说爱情歌。可以啊，爱情歌都可以啊。
快多少？哎，阿奇找了，对，阿奇卖多少？那都是女，那个是女的唱的好吧？那就是女唱。来，爱情买卖，赶紧唱，安排上。来吧，你赶紧唱爱情买卖。你唱吧、啊。我不唱，我不。快！没电了就充电呗。怎么？这首歌怎么唱？么我看，我看你，我看你的粉丝有没有点歌的，好不好？我看你粉丝有没有点歌。过两天就要训练了。你有秀球啊，这个。咋就爱情买卖来看？肯定要爱情买卖啊！你想买谁呀、啊？我感觉哪地方在那里蹲。爱情买卖是我小学三年级唱的，谢谢关注，谢谢。这不是那个吗？一个人吃大米，你不相信队友，不相信我相信。陈夏叫你唱首歌。你来，他叫你唱首歌。快！你们要听什么歌？能不能给我一首歌的时间，把故事听到最后再说再见。你送我的眼泪，让它留在雨天。谢谢元宝妈妈送的礼物。我们的督导在唱歌。能不能给我一首歌的时间，把故事听到最后再说再见。你送我的眼泪，让它留在雨天。我靠，666啊，老姐！谢谢。凉了呀。谢谢你喜欢我。在摩天大楼渴求自由。你看没有，我还是有粉丝的吧？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，王青。声音真好听，快唱歌。他们没点歌啊，关键是。你们点歌呀。那这边也有，看到没有？声音不错，你怕都有来。双击评论666。烟火里的尘埃，尘埃。我不会。啊，不用说。哎呀，真烦啊，这蓝莲王，我靠。你就别点了，你点完是。你点完我发给你。咋样？谁接的？嗯。我只会放歌。我们一起学猫叫，一起喵喵喵喵喵。在你面前撒个娇，哎呦喵喵喵喵喵，我的心脏砰砰跳。精忠报国，你太过分了。开始表演。怎么又要干嘛？我今天不得搞死这个兰陵王，我操！哇塞！我收一下去。我靠，这队友猛啊！再飞、哎，谢谢老铁。想定下来，两个人相互依赖。冬天去滑雪，夏天潜水看大海。为你的信任和等待留下来。谢谢。凉凉，你说哪首歌叫什么？他说声音有点小。声音小啊，不会小，你别放了，这是。这完了。这样吗？你问一下别人声音小没有？这样好了没有？谢谢，喜欢。他说特别小。喜欢。王庆刚刚开了游戏语音。那重新开一下。Bye.
听他的直播，好吧？周杰伦什么歌？你说。明知弟弟的颜粉。